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举目向天祈求说，圣父啊，求你因您的名保全您所赐给我的那些人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如同我们一样。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因您的名保全了您所赐给我的人，护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以外，没有一个丧亡，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。现在我到您那里去，我在世上说这些话，是为使他们的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经将您的话传授给他们了。世人曾憎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如同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使他们脱离世界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。他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如同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你以真理圣化他们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怎样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我也怎样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了他们而圣化我自己，是要他们也借真理而被圣化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是丰富的一天，我说丰富，因为是母亲节，也是教会的传播节日，两个都是重要的主题，我该谈哪一个主题呢？你说我要把两个主题放在一起的话，又觉得很别扭哈，所以我总得选一个主题来说，所以今天我会比较偏向于谈母亲节，是吧？母亲节，我知道今天要降服母亲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弟兄就说，今天所有的母亲都要往祭台前面站着，所以我今天请了罗神父一起来，因为一个人顾不了那么多哈，所以请了罗神父一起来为你们，给你们洒圣水，给你们祝福。我说所有母亲都要往前面来，我可以想象外面大概坐没有什么人了，因为所有母亲都往前面来了。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，因为女性居多，女孩子就女性居多，并且很多是母亲，很多都是有了家庭的母亲，逐渐的在生活中他们越来越回到信仰生活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也在五月，对不对？五月在圣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日，特别的月份，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圣母月。听清楚哈，五月我们母亲节在圣教会的年历中是圣母月。我们整个月奉献给教会的母亲，而在世俗的日历里面，我们只有五月的今天，也是第二周，作为母亲节。这意味什么？母亲重不重要？重不重要？你们还在想要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吗？所有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会给予庆祝，
所以世俗的人也知道母亲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在世俗的节日里面有母亲节。但是教会更看到母亲的角色的极为重要，在信仰生活的陪伴当中，在信仰生活的见证里面，特别是母亲的角色扮演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一天给妈妈圣母，我们把整个月都给了母亲。所以我们这一个月你懂得善用圣母节日的话，其实我们应该这一个月都为所有的母亲祈祷，要为母亲祈祷。不单只是五月份，我们连十月的玫瑰月也是奉献给圣母。可见教会对母亲在信仰这一个层次上，在我们信仰的这个传播，如果我真要把传播主日把它硬拉进来的话，这就是作为母亲的，是我们整个圣教会最重要的传播媒介。我们在信仰靠男人啊，早就完了，知道吗？真的靠男人早就完了。然后你可能会说，那神父，我们一开始不是靠十二个门徒吗？我们也没有完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十二个门徒是每天跟随着耶稣基督的。十二个门徒最后所展现出来的是母性的爱多过父性的理智上的争辩，清楚吗？因为完全已经属于信仰上，我跟随着主耶稣基督，我是完全相信，就正如母亲们单纯的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而不再靠理智上不断的争辩。你想想我们男性很多人的思维，信仰的思维还在争辩天主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有天主，天主是不是真的爱我，天主是不是来拯救我，很多男孩子还在思辨这个。但是作为母亲的，我全然奉献给我自己，包括我把孩子奉献给我们自己，这是唯一一个在圣教会里面传播最有力的，就是我们的母亲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母亲容易吗？母亲容易吗？我最近听到这样的一个对话，一个小孩子的心情，他说他在文章里面这样子写道，母亲是家里的超人，没有什么事情她是不能的。只要你回到家，你说妈妈在哪里呀？我有事情找你，没有一个事情母亲办不到的。所以有一次孩子回家找母亲，那爸爸就说，你为什么每次回来都找母亲，你不能够找我吗？哦，他孩子说，好啊，我找你啊。他说，爸爸，你知道我的学校的明天要穿的制服放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爸爸，我明天需要缴学杂费，你可以给我学杂费的钱吗？最后爸爸说，哎，你还是去找你妈妈算了。有听过这个笑话吗？再有另外一个小孩子的心情，他在文章里面写到，母亲是超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嫁了一个王子，他嫁给了一个王子，这个王子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王子，不但不做，还常常发脾气，一生气就敲桌子。所以有时候母亲节并不是真的我们要歌颂赞美母亲，我们要是对那些对母亲的人要反省一下，我们如何对待母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希望母亲节今天站在这边老是歌颂母亲的伟大，母亲的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我们忘记了母亲最后，你的母亲为什么成为那么强大，
为什么你的母亲能够成为超人，并不是因为她想要成为超人，是你们逼着她要成为超人，知道吧？是每一次她求你们做什么，你们都不愿意为母亲分担的时候，她怎么办？她唯有自己自立自强。她唯有自立自强，不然她怎么样子来生活维持照顾好这个家庭。其实我们其实该反省一下，有时候当哪一天你的爱人或是你的母亲不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该是怎么样的心情？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，意味着他随时可以把你 fire 掉，清楚我的意思吗？他可以随时把你 fire 掉，他可以随时离开，随时度他想要度的生活。但是作为母亲，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永远记得天主给他的一个恩宠，家，家不能够没有母亲，家不能没有母亲，他永远记得这一句话。母亲不希望自己成为超人，因为她也希望我也是一个可以被丈夫疼爱、被小孩子爱的那一位小女人，小女人。但是她却常常失去这么简单的恩典，这么简单的恩典。我们总以为家就是母亲在家做什么，就是要做这一切，我们不要叫我来做，你做母亲这就是你的工作。曾经有一个孩子抱怨母亲说，妈妈我不做了，你为什么每天要我做家务，要我做这个，要我做那一个，这些不都是母亲妈妈你该做的吗？你在家里不就是该做这些东西吗？我作为孩子的，你就叫我读书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我做家务呢？母亲回答说，对呀，孩子，哪有母亲让孩子做家务的呢？这母亲很聪明哈，啊，对呀，是啊，我是不是做错了呢？哪有母亲叫孩子做家务的呢？家务不就是该是我的责任吗？结果母亲把自己煮饭的那个脱下，那我今天也不做了，我回妈妈家了，因为我也是有妈妈的孩子，我也是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妈妈家，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做，妈妈会帮我做。所以他就要离开了。这孩子说，那怎么办？午餐还没煮好，那我吃什么？是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妈妈不该叫孩子做事情吗？是我回家，妈妈也不会叫我做事情，我何来不是很好吗？我回到家里，我可以做孩子，我可以在那边坐着玩手机，坐着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一切事情妈妈承担就好了。孩子最后懂了，反省了，是的，很多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却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妈妈的事，先生如此，孩子如此。所以妈妈们，今天神父在这边帮你们平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帮你们平反？有没有道理？有。所以谁来做，就涉及到家是什么。我深刻体会到，我们相信男人也可以做家庭主妇的工作，但是有多少男人可以做到家庭主妇的工作？有多少男人真的可以把家照顾得很好？有多少男人可以真的在没有母亲的家这个情况下，能够让孩子们体会这是一个家？我当然不否定有这样的男孩，但是却很少。我妈妈告诉我一句话，
也就是我外婆过世的时候她所说的。外婆离开的那一天，妈妈哭得很厉害，我就去安慰一下妈妈。妈妈就告诉我这么一句话，婆婆离开了，对妈妈而言，家也没有了。虽然她有我们，但对她来说，她的家就是因为有妈妈在。妈妈对她来说是至亲重要的那一位。所以当我父亲离开，我父亲比我妈妈早离开，所以当我妈妈离开的时候，我才深刻体会到当初我妈妈跟我说的那一句话，家没有了。我那一刻也深刻体会到妈妈不在，家没有了。所以才会有这首歌，没有妈的孩子像什么？像根草。没有妈妈，家在哪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信仰的人，当然我们不可能不没有给我们生命的母亲，但是有信仰的我们所信的，我们的信仰里面还有一个好母亲，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圣女大德兰在十几岁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，他在圣母的身上找到了天国的家，因为他看到了母亲与圣母跟天主同在，看到圣母，他看到了母亲。小德兰他母亲很小就离开他了，在他生病病危的时候，他因为看见微笑的圣母而获得了痊愈，他也在天国内找到了母亲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一些教会的故事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作为母亲的不容易，母亲的简单。因为作为母亲，她不是只是肉身把你生出来，痛了十个月、九个月、十个月，用尽自己的生命的力量，受尽了痛苦，把我们生下来。她同时要把自己整个人的生命陪伴着我们，不单喂养我们的肉体，他还要负责喂养我们的灵性生命。所以母亲不容易，母亲不容易。所以今天母亲节，我们要感谢给我们生命的母亲。但是生命并非只是生，而还要养。我要再次为父母亲平反第二个平反，养不是只有母亲的责任，更何况灵性生命的喂养不是人的力量，而非要靠信仰的力量。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母亲有了孩子之后，他们会陆续的回到教会，因为他们越发觉得无能为力啊，没有信仰的力量，他们怎么样子扶持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养育孩子的责任，那么重大的责任。他们发现回到信仰生活，才给了他们无比的力量，不单喂养他们的身体，也喂养他们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母亲伟大的地方。所以不要把一个家庭的成败只是交给母亲，由母亲来完全承担这个责任。一个家不是只有母亲的家，是我们大家在这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人。所以母亲需要信仰的喂养，他们需要信仰的力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为母亲祈祷？
祈求天主给母亲们特别灵性的恩宠，特别需要的恩宠，来带领整个家庭生活，孩子的信仰生活。所以母亲节也是圣母月，就分外有意义了。我们教会借着圣母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母亲就是天主派遣来人世间见证天主复活的见证人，他就是那个为你们每一个孩子忍痛牺牲，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的，这就是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所以今天读经里面说的见证人，就是我们的好母亲。而圣母给了我们榜样，她成为了所有世界上母亲的榜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为母亲祈祷吧。要成为一个全能的母亲，我说不容易。记得作为一个家庭，不能单靠母亲，圣家不能没有玛利亚，不可能没有若瑟，更不可能没有耶稣成就这一个圣家。所以我再次强调母亲节，我更要强调的，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，作为先生的，作为孩子的，我们回到一个家的概念。回到家的概念，是我们共同维系，共同经营这个家。而我们要感谢母亲，她在家里面费尽心思的，让我们能够，父亲在外面可以工作，孩子可以读书，而所有一切家里的琐琐碎碎，他为我们奉献了生命。只有母亲才愿意做这件事情，男人不愿意做，孩子不愿意做，但是母亲还愿意去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在母亲节回到家。我希望不要成为一个俗世的节日。妈妈，今天母亲节，我带你出去吃，吃个好吃的，吃完了，又开始回到你没有母亲的日子，你不需要母亲的日子，又回到了你忙碌你的工作，你忙碌你的学业，把母亲落在一旁。这不是母亲节的意义。回家，每个人回到妈妈的身边，因为哪一天妈妈没有了，家也没有了。这是我给所有母亲我最后的敬礼。母亲们，虽然我妈妈不在了，但是我也把每一个爱孩子的母亲都当成我敬仰的母亲。我今天愿意为所有在场的母亲说，我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如此爱天主，你们如此爱这个家，我敬仰你们，我爱你们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习惯在父亲节为神父常常说，神父，今天父亲节，你也是我们的好父亲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我希望你们母亲节也能够向神父祝贺，神父母亲节快乐。因为神父如果没有玛利亚的那份母爱，我是做不好一个好神父的。我是父亲，我也是母亲，这是天主给我最重要的恩典。所以我再次邀请孩子们，先生们，回家陪伴着那一位每天等待着你们的母亲。愿母亲们，大家在今天或往后的母亲，成为一个真正属于喜乐信仰的母亲。阿们。